件国宝，一段往事；一件国宝，一段历史。欣赏国宝，历史离你很近。国宝档案，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。1944年3月19日晚上，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。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，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。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，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，一起上吊自尽。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，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。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，当时他披散着头发，穿着蓝色的衣服，左脚光着，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。后来有人说呀，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。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？崇祯17年，这年元旦，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。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，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，做好了离京的准备。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，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，进入了山西地界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，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。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，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，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，关内农民起义不断。崇祯8年正月，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，出其不意的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，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。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、隆恩殿等全部焚毁，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。被挖了祖坟，崇祯皇帝痛心疾首，羞愧难当。10月，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，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。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，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。他很勤劳，才20多岁，头发就白了，眼角都是鱼尾纹。史书称其鸡鸣而起，夜分不寐，往往焦劳成疾，宫中从无宴乐之事。有一次，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。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，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。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，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。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，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。没多久，皇帝睡醒了，感到不好意思，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。他说，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，现在天下多灾多难，我又没本事，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。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。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，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，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。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，规格很低，相对简陋。搬到武英殿后，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，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。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，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，袖口已经破烂了。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，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。这位大臣说，
皇帝寿而天下肥，乃千古美谈，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，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。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，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，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，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，崇祯只好加重税收。民间百姓说，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。1644年正月，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。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。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，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，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，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。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？这一天，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，凡在京七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，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，将来有钱就会还上。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，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。黄银内帑也称黄帑，就是皇帝的私房钱。崇祯动用了私房钱，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，就说捐款以30000为上等，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。不过崇祯话音一落，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，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，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，代之以忐忑和不安。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，恰恰相反，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。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，朱由检面色阴沉，又发了一道上谕，今日在场所有四品以上官员，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，都在宫中待着吧。说完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，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。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，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。终于有人耐不住了，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。只见他大笔一挥，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，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。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，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，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，300两有之，甚至50两也有之。宦官整理了捐款簿，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，总数也才12万两。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，他这个急呀。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，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。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，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，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，起个表率作用。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，先不提钱的事，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，然后说，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。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，他说，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？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。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万两，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，
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，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。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。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，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，他捐出3000两，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，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。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，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。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，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，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，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，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，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。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，我们的日子苦啊，真是没钱捐。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。他听说皇帝缺军费，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，充作军饷。崇祯皇帝闻听大喜，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。然而还没等崇祯筹够军饷，起义军就打到了京城。1644年4月24日，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夜，崇祯登上了紫禁城的最高处，只见北京外城烽火连天，起义军攻城不止，眼看破城在即。他回到乾清宫，对皇后说了一句话：“大事去矣。”然后开始安排后事。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，送到皇亲们家去。随后，崇祯来到后宫，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。当晚凌晨1点，朱由检上吊自杀。第二天，李自成占领北京，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李自成攻占北京后，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。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？据《甲申记事》记载，银尚存3000余万两，金150万两。这些钱都存放在节慎库，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，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。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，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，拉了几10车，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。